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现在来介绍一套非常棒的软件，叫做《阴盘奇门穿八字》啊。顾名思义，阴盘奇门就是奇门遁甲的原来的一个论断模式跟排盘模式，再加上八字系统进去用八字人的一个出生年月日把它套进这个奇门遁甲的八个宫位，那它的论断就更加细腻了哈，就可以来用八字论出在奇门的每一宫里面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就可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防治，或者是来开运，或者来自煞。所以我现在来展示一下我们原来奇门遁甲开馆版的一个主要功能，等一下再来介绍穿八字的部分。第一个奇门遁甲穿开馆版俗称开馆版，就是各项布局啦，各项布局。那一般就是依照开盘的时间都不用去动它，您只要选定什么时间启动软体，然后就直接按这边实盘论断。那当然你如果习惯用客盘也可以那这个部分这个按钮就是八字盘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解说实盘跟客盘论断。实盘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为一个一个盘，那客盘就是十分钟一个盘十分钟一个盘。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实盘的部分。好，那以目前2020年4月29号的18点51分。我开的这个盘，那这个盘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的功能。首先这里有一个宫星门神嘛，这里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八神，然后九星，这个是八门，然后这个是天地盘，然后只要是画圈圈的，有两个圆圈的这个都是属于叫做空王宫，空王。那各位有看到天地盘，只要是天干有红色的部分叫做吉星，叫做吉星。那如果有蓝色的字，像这个蓝色的，那叫做入木。那如果说有紫色的，就是这个字如果有紫色的，这个盘刚好没有，如果有紫色的就是入木加吉星。那如果在八门有红色的，那叫做门破。所以我奇门四害都是用这个颜色来把它区分。那接下来看到外面的这个框，蓝色的框，它这里有写反银，有没有？它有这个反银，肝反银跟心反银。那有入木的入木的就是这个用神宫里面是不是这两个子府跟壬入木嘛？那吉星呢？有吉星已经跟你讲了，吉星吉就是吉星啊，杜门叫做门破。好，那接下来就是只要是用神宫我是用黄色的来代表。用神宫就是黄色的，那用事宫就是时干宫就是用浅绿色的，所以你一盘一开出来，已经很明显用神宫在哪里，用事宫在哪里，有没有奇门四害，都已经标示得很清楚。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十二长生这个旁边有引干有引干啊，有十二地支。有十二长生都写在这里。好，那我们有这套软体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如果您要论父亲，你看论父亲当然用神功就不一样了，那论母亲呢，你看用神功也不一样，论父亲是不是用神功变这里的？那如果你论母亲呢，用神功是不是变这里的？那论兄弟呢？论兄弟用神功就变这里。
那论姐妹呢？论姐妹的话，用神功就变这里。那论儿子呢？论儿子的话，用神功在这里。那论女儿呢？女儿的位置在这里。好，那论配偶呢？配偶用神功在这里。所以，几乎啦，在市面上的在坊间的软体排版软体里面，没有人做到这么细的所以我们号称这一套算是目前开发是最强的一套软件，把所有的细项都考虑得非常清楚好，那接下来这里又可以深挖比如说我们这个盘以后深挖以后它你看就变成用神功在这里了用神功就变在这里了。那如果是漂移呢？漂移的就直接按了然后你如果说我要看下一日的盘，就按次日。那如果要看下一个时辰的就按这里下一个下一个时辰。所以在排盘里面，我们这一套算是很强的。好，那更强的部分是在这里有一个区块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区块都是属于论断的区块。那下面的从深蓝色到紫色的部分，这里都是属于这个叫做布局的区块。那接下来还有口诀的要领各种符令开运物品都有那我们现在先来解说一下，比如说你现在开的这个盘我们要来论婚姻感情状态，你就直接按下去。那婚姻感情状态，它的用神功，因为论婚姻一定是对方嘛，好，那就是我们直接看这个宫跟这个宫。那要知道这两个宫里面的任何情况，比如说你要了解这个宫里面的宫星门神的一些解释，你就按显示，显示按进去以后，它就会把里面的宫星门神所代表的特征、人物、人体、疾病、场所、静物、动物、景物，通通在这里，让你不用再去做记忆的，你就大概浏览一遍，多论几个盘，你自然就能够把它记住。如果记不住，你就进来看一下内容这个每一个宫星门神都在这里都在这里，所以已经把整本书的一个内容都整合在这里了。好，那接下来你要看比如说要看对宫要看这一宫，那你就直接按这一宫的显示，它就跑出这一宫里面的宫星门神的所有现象。那下面就会这里就跟你讲说，用神宫还有合干宫因为论婚姻就是天干五合嘛，那就是合干对方有空亡然后要看解释，就开始这里看它有玄武啦、天瑞啦、死门啦、丁家庚啦，会怎么样？所以由这个宫来判断最后的结果是不妙是总分是43分好，那所有的结果都是软体自动去抓的。那显然的，你看到这么多的一个论断内容，那你只要按入那个钮，你就可以了解真正的吉凶了真正吉凶，比如说一样这个盘要论官司，你就按官司下去，它就会针对官司的目前的状况来分析给你听来给你看，到最后你的官司会赢会输你就直接看这个答案就知道了就看这个答案。好，接下来就是有所谓的终身财位布局，还有一个终身文昌布局。那奇门遁甲我们按一个终身财位布局，就是说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日比如说这个人是1964年的，然后7月30号早上10点出生，然后按一下。好，他的终身盘出来了，终身盘出来以后，他就会
写哈一二哈两个宫位需要布局，那在这里就会告诉你，终身盘就是终身财位布局，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啊，都可以开盘。那会在开盘后的9天之内哈啊，要求你要布局。那像这个案例就是他有写说，在这个时间点哈，这个时间点都可以做布局。那在哪一个方位布局呢？第一在巽宫哈，东南方啊，要布什么呢？啊，布了啊，洪水晶，还有啊，水晶龙。那正宫呢，也需要布绿水晶哈，然后水晶龙，还有观音啊，观音神像。那这个是属于布局的部分。如果要让布局更有效率，还要做一个叫做行为风水。行为风水是你布了以后啊，至少一个月要做个一次。那如果您是很积极的人，那就是一个礼拜做一次。怎么做呢？就在东方，好，然后，照上面所写的哈，这个哈啊，这个从皮包拿出什么钱来啊？这个数三次啦。行为风水啊，就是以下有好几个宫位哈，都必须做行为风水。像在正宫，你就照正宫的啊所啊文字所写的这个内容哈，去做出一个行为风水。好，那接下来如果能够你身边如果有符令的话，那当然就贴个这个符令哈，贴个这张的符令最好了哈。好，那接下来在巽宫东南方哈，可以做这个行为风水。哦，这里有写嘛哈，用手搓热，然后摸摸脸哈，双手合十念心经，最后一个可以丢弃一个铜板。那在巽宫要烧巽之符哈，四巽符。如果没有符令哈啊，我们公司有开发这个哈，有印刷这个符令，有经过啊开光，那可以啊直接购买。好，那在离宫呢，念心经啊，然后烧离宫的符。在坤宫呢，就是念这一些行为风水，做这一些行为风水，然后烧符令。对宫呢，做这个行为风水，然后烧对宫的行为风水。艮宫呢，哦，可以做这个行为风水，烧这张艮宫的符令。最后，总共八个宫位要做6个宫位的行为风水，而且最好是一个礼拜能够很静心下来，花一点时间把它做完。那做完以后，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将您，因为这是布终身财局，对不对？所以终身财局就是要让你这一辈子，好在啊进钱，就是在赚钱的过程之中，哈，做生意的过程之中，或者是啊挣钱的过程之中非常顺利。所以您就开始啊做啊三项的基本动作，第一个叫做要求啊，然后第二个叫做相信，第三个叫做接受，就是说啊我要求我明年度哈一定要有多少的收入啊，譬如说你是开公司的哦，明年度一定要有几千万几百万的收入，然后就开始想象，因为你已经坐着好静下心来了嘛，你在你的头脑里面就想象说，哦，你要有300万，明年要有300万的收入，然后这个啊有很多客户都跟你签约了，哦，正在进行之中，然后最后已实现接受，就是哇，所有的300万都已经啊入到哇你我们的银行了。这个叫做啊三个步骤：要求、相信、接受。哦，要求就是愿景，许下您的啊财运规划书，相信您所规划的这个啊进钱的过程都在进行之中，然后接受已经实现了。最后向宇宙下订单，就是把您的这个构思冥想啊，向宇宙放电，然后只要每个月哦，每个礼拜都这样做的话，做完行为风水以后，再做一个叫做意识风水，将你的意识啊导入宇宙，
自然宇宙就会来帮你的忙，让你的愿望能够实现，这个是属于奇门遁甲，这个的部分。好，那接下来终身文昌盘也是一样，你如果说这个小孩子要让他这一辈子从初中开始念书到大学研究所博士都很顺利的时候，你就可以布他的文昌盘，文昌局的盘，那你一样他是几月几号，那就要在他的房间来布，刚刚说的那个终身盘可以在家里的客厅来布，那终身文昌就是哪一个人要求文昌就在他的房间来布。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紫色的部分，像催财布局啦，催官啦，催文昌催结婚，催桃花，催考试讨债，官司，催丁房屋买卖要如何撤局要如何请神这个我想你们只要一点进去只要一点进去以后就会有出现。好，问策者，只要你一点进去比如说我要催官点进去。点进去他有可能说今天这个时辰刚好找不出盘，那你就明天后天你再来再来开盘。那这个文昌布文昌就有了。所布的布局的方式跟做行为方式行为风水的方式都一样跟终身财局都一样只是布的商品这个开运物品或者是念的行为风水会不一样而已，或烧的符令会不在不同宫而已，所以所有的方法都一样的。那接下来当然这里有各种符令，你如果说符令你没有自己画也没有买现成的，那你就可以开一张符然后直接列印就可以了，直接列印就可以了，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符你都可以自己把它列印出来然后来烧。那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也蛮有钱的但是身体一直不好，那你就可以去点选这个按钮然后来做一个健康的诊断布局。好，原则上我们奇门遁甲的部分就讲到这个。那接下来要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要来分享就是八字奇门八字盘的部分。首先你要建立这个某一个人的这个八字，比如说他是属于1972年4月29号早上7点30分出生的，她是属于女孩子，然后她叫做李安全那你李安全以后你就储存记录。那我们就把李安全我们看一下，李安全在这里。好，那我们叫做选取记录为前月这里已经有李安全的记录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开这个奇门八字盘。好，开了以后它是属于我们看它的资料对不对，如果对的话，这里这里的部分就是属于，这里是属于奇门遁甲的盘，那接下来这边就是属于八字这个人的八字盘。那我们可以
看它哈有什么变化。基本盘哈是这个哈，我们都是看红色，那个黄色的这个用神功基本盘，然后大运盘呢，大运盘，还有流年盘，接下来流月盘，这个有没有颜色都不一样的？当然，这个用神功一定会是一样的哈。那流月接下来就流日的盘，流日就在这里。那它会直接算出来，它是今年是1972年4月，那基准日我们就是。现在是2020年嘛，2020，好，那2020年我们就首先要去论它的大运，流年或，大运，论大运，流年，流月。大运流年流月流日，的解析，我们就可以直接看看，这个人今年几岁，有没有他的大运？现在是48到58的阶段，然后今年49岁，那这个月是4月份，那这个是29号，都在这里。如果要看他的大运，就直接点选以后，开始他去找寻。